片真的真的我不管我走去风月几你太美妹妹几你实在是太美啊贝贝ING 全阳了，我刚刚关心了他们，他们都说全感冒了 ，ING 的人。主播刚刚用很亲切的语气问候了一下他们，他们说他们感冒了都。他们在四保一 ，ING 在四保一嘎了，我操，五保一，六保一，这个淘有机会有的呀。那个时候抓下就是我们理性分析滔博的情况，其实他们很有机会的，还是他们只要赢两把，然后还是很有可能第二名出现的，赢三把的话有就拼第一名。咱们还是相信滔博的，咱们还是相信 LPL 的 LPL 的实力。嗯，下路又一直能说一下他们状态吗？谁的状态 ？RNG 的人状态吗？还行。会很晚才控。做了点小感冒而已。那个想争那个先锋，他们要找时间先包维克都回不家的。还行的，没事，放心啊。比赛还是能打的，放心。出来了，第一时间巨魔已经开动了。嗯。只是不能，都可能会发挥不出100%的实力，还是有点影响的。还没有补过装备，两边下路现在。就看他们能不能过这一关。滔博出现几率大吗？滔博出现几率应该还有50%以上吗？我感觉。滔博出现最近有50%是应该有的，50以上嘛，50左右吧，我感觉是。50啊，要么能出现不能出啊，很合理哦，这个事情说的。要么出现，要么出不了线呢、啊，就50啊，没问题哦，这句话。抓一下，姐姐兑现了呀。很合理啊，这句话。他们三连胜的话，三连胜几杆？三连胜四杆二，四杆二稳的呀。四杆二稳的，要是赢两把，赢两把的话是多少？三杆三。有机会打加赛，要是输两把的就滚了，对，差不多啊，50-50，几率差不多啊。哎，现在好像都懂了 ，LPL 战队 ，LPL 战队只要那种三单先选歼击，那种欧美的三单确实没有英雄打歼击哦，他们，因为他们三单的个人能力都不强，只要 LPL 的三单往个人能力每一把都可以玩爆那种欧美的三单哦。看下路这波啊。